我叫苏苏，是涂山星星的人名，是在帮人牵红线时总是出意外，甚至促将东海龙太子牵走的李公子。冰冷，快解开我的红线！给我站住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既然你做不好红线仙，那你只能作为涂山狐妖与人类联姻。姐姐，我不想嫁人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不然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红线仙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刮目相看。美女姐姐。这是姻缘石，遇见有缘人后就会发光。我希望你是我的有缘人，不是可以不用被义气盗盟，能获取不喜欢的人。咦，怎么不发光呢？白月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喂，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不行，他会摔死的。快点！